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SR 是要在一起啊，呀，所以我一下子就可以排除掉 A 跟 B 了，呀，我一下子就可以排除 A 跟 B 啊，然后剩下 B 跟 C 哦，呀，好，所以 objective 呢，你是可以有韧性慢慢排除啊，因为你就选最好的答案啊。然后一般上 primary 误差跟 secondary 误差呢，它不是一开始的，它不是第一个开始的，所以你看到 B 的话呢，它一开始的话啊，就是错啊。OK，所以答案就是 C。啊，第五题是 C 啦。然后接下来这一个 J 跟 K 的话，true，J 它倒反了，这个是倒反，哦。Produce once a month，倒反。Produce in penis and uterus，这个哪里是？呀，好，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啦啊。啊，再圈来，圈起来。A 跟 B 是倒反的啊。然后 donkey 的话呢，一个是睾丸，一个是卵巢咯。呀，一个是 testis，一个是 ovary 啦。看。哦，A 跟 B 就错，只有 C 吧？OK，所以我其实刚才我是讲啊，objective 是很快一下 ，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一个是会比较 model 分析女性的那个 menstrual cycle 的图啦，所以因为它就是要你，就是 label 哪一个是 ovulation，所以一般上呢，progesterone 是 after ovulation 它才会 shoot 起来的，Progesterone 哦，它必须要是 after ovulation，它才会 shoot 起来。OK，然后呢，estrogen 这里的话，A 为什么会是错呢？Supposedly 啦，这个 A 呢，它不可以是 estrogen，它 supposedly 应该是要 LH。如果你要接近跟 ovulation 的话啦，哦，如果它是 LH 的话，你可能可以咯。可是它现在是 estrogen 哦，所以就不是啊。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啊。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咯，因为 estrogen 是不可以太过靠近 ovulation 的，哦，supposedly 是要 LH 啊，因为 LH 会刺激 ovulation 嘛，所以 LH 是最靠近 ovulation 的，所以 A 是错啊，所以我们最好的答案就是拿 B 咯，拿 B 啦，它不可以是 estrogen 啊，它 supposedly 要是 LH。哎，所以我们才不拿 A。OK，然后第八题的话呢，啊，这个也是简单的，呀 ，progesterone，哎，这个我就不讲了。来哦，然后第九嘞，第九的话，where do fertilization and implantation occur？啊，这个也是 subsoil 吧，呀，fertilization 就是在 fallopian tube 啦，B 啊，呀，implantation 嘛就是在你的那一个 uterus 哦，哎，sorry，是啊，哦，implantation 就是在 uterus 啊，哦，然后fertilization 就是在 B 咯，答案就是 A，哦，所以其实没有像跟你们想象中这么难啊，只是主要的就是它比较麻烦的东西啊，就是要去背哦，背就比较麻烦哦，然后第十题呢，第十题的话。答案是给我们 boy 啦，呀，答案是给我们 boy，可是呢，我就改一下答案，答案是 A，呀，答案是 A 啦，跟着你们的课本，Morula 去到 blastocyst 才去到 embryo 啦，可是呢，bear in mind 啦，就是说，其实这一些其实都是 embryo 来的，就只不过就像跟刚才我讲的咯，他怕你乱，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的名称啊。只不过呢，在考题里面呢，你不可以就是把它们全部都当成是 embryo 哦，不要啊，哦，这个呢是 for 额外哦，OK，额外啊，哦，只是呢，在我们的课程范围里面，你还是要 stick to 你的课本的叙述啦，没有办法啦，因为我们跟着课本，OK，所以第十题是 A，然后第十一题的话呢，啊，这个是 Siamese twin 啊。或者是 conjoin 因为你可以把它这个 conjoin 呢，它也可以读，
它也可以叫做 Siamese twins， 啊 ，Siamese， OK， 哦，或者是 conjoined，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啊，第十一题最好的答案就是 C 啦 ，OK， 因为那一个 embryo is not separated completely 啦 ，during embryonic developmen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解释 C， OK。然后接下来第十二题的话呢，啊，这一个就是 tuber ligation， 结扎，看，哦 ，tuber ligation 啊，哦，女性的结扎是叫做 tuber ligation 啊，看，所以呢，它结扎了吗？所以其实结扎呢是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一个激素的分泌啊，除非你两粒卵巢都拔掉啊。啊，你就真的是会影响到啊。只不过呢，如果你讲你只是单单 block 着它的 fallopian tube 的话，哦 ，ovary 还是 intact 吗？所以它是不会影响到你们的 hormone 的啦。OK， 哦，所以呢，它这里的话呢，最好的答案是 donkey 啊，呀 ，sperm cell would be unable to reach the ovum 哦，哦，因为 ovum 出来，它就 block 着了吗？它就进不到，所以精子也进不到。所以呢，精子就 unable to reach the ovum 啦。OK， 所以答案就是 donkey。啊，哦，然后接下来呢，十三的话是啊，这个是昆虫啊，你就找昆虫就可以啊 ，boy 啊，呀、yeah, ，cockroach。OK。哦、因为在 bio 的昆虫的概念、哦、bio 啦昆虫概念呢它一定是要有三个 part 然后三对角 OK 然后当然有 antenna 啦然后呢有没有翅膀那个看情况、啊、bio 啦、哦、生物界里面呢昆虫的概念就是要这样OK 好、哦、这个是比较 systematic 一点啦然后我如果你讲我们平时啊，我们看到什么，连一个小虫我们都叫昆虫的话，那些哦毛毛虫啊，我们都叫昆虫，这些全部都是虫虫虫虫虫，那个就只是我们的一个俗称嘛。OK， 哦，只是呢，如果你讲在 bio 生物界里面啊 ，OK， 就在 bio 的 field 里面啊，昆虫的这一个概念呢，它必须是要有三个 part，OK， 三对角。然后有 antenna， 然后当然有翅膀啊，有没有翅膀那个是看情况啦、啊。他们会有翅膀，可是有些的 insect 是没有翅膀咯，就比方说蚂蚁啊，呀啊啊，它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啊。OK， 只不过这一个是你们要上到高中啊，高三你才会比较详细一点啊。OK， 哦，高三你才会比较详细一点啊。所以呢，这一个 intermittent 的这样的课房是否昆虫啊？especially 就是类似这样的 ，OK cockroach 啊，哦，或者是那一个caterpillar 啊，哦 ，grasshopper 啊等等啊，哎呦，糟糕，我的 OneNote lag 掉啊，等一下，电脑太差了，等一下，一下子。OK， 又回来。OK， 好，所以后面的啦，剩下最后的啦啊，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这一个 hormone 啊 ，secreted by structure J 是什么？哦 ，follicle cell， 啊，哦，所以呢 ，J 的话呢，就是 follicle cell 咯。啊，好，因为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跟 LH 呢、哦、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脑部里面的 pituitary gland 然后如果你讲这一个structure J、哦、它就是 follicle 嘛所以 follicle 呢其实是会 secrete estrogen 的、yeah? 啊、estrogen 就是会 secrete 啊没有 follicle cell 是会 secrete estrogen、哦、所以呢 estrogen 就是用来 repair endometrium 或者是 uterine wall、yeah? 所以呢 endometrium 就是等于 uterine wall 啦呀，子宫壁嘛，所以它就是会有几个名字啊，哦啊 ，uterine 啊 ，uterine wall，endometrium，
哦 ，uterus lining， 有些人会这样写哦 ，uterus lining， 啊 ，uterus， 哎呦 ，sorry，uterus lining， 啊，有些人这样写，呀，哦，它真的有很多个名字啊，啊，哦，只是 endometrium 是会比较美一点的、啊，呀，你会看到好像不一样哦 ，OK， 其实是一样的啦，它的意思。然后 structure K 的话呢 ，can be released from ovary， 这个我相信 K is released by ovulation due to high concentrations of LH， which causes rupture of graafian follicle。Yeah， 哦 ，K supposedly 应该是 secondary oocyte 啦。只是那一个 luteinizing hormone 哦 ，luteinizing hormone 啊，其实是不需要大号了，啊 ，luteinizing hormone 其实是不需要大号了 ，OK， 只有 graafian follicle， 啊，只有 graafian follicle 啦。好，然后呢 ，corpus luteum 其实也是。不用大号的 yeah,、哦、所以你整个、啊、女性的那个什么、那个经期里面、啊 yeah, 在女性的那个经期里面、哦、它这些名词、哦、graafian follicle 是要大号的、yeah, 剩下其实是不需要大号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graafian follicle graafian 是人的名字、啊、所以你要注意要写大号呀，剩下都是还好了，都是小号。OK， 然后 structure L explain the role of structure L 啦 ，L supposedly 是等一下 ，role of structure L 是什么？等一下给我拉上去一下。啊 ，corpus luteum 啦。哎，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写 R 呢？哎，等一下啊，这个是 L 啦。Yeah, sorry 啊，这是 L 啊。那奇怪，为什么会多了一个 R？ 呀、yeah, ，L 就是 corpus luteum 啊，所以 corpus luteum 就会 maintain 哦。呀、yeah, ，哦，因为我们女性呢，她会释放出 HCG 嘛，哦，哦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hormone 嘛，所以呢 ，corpus luteum 就会被 maintain 啊。如果有 fertilization occur 的话、哦啊、HCG 就是会被分泌出来然后导致 corpus luteum 就是会被 maintain 着咯所以 corpus luteum 呢它就是会 continue to secrete 那一个 progesterone 跟 estrogen、啊、可是 mainly 呢是 progesterone、啊啊、mainly 是 progesterone、啊、当然它也是会有 estrogen 在里面咯、啊、来 thicken 跟 maintain 那一个 endometrium 啦、哦所以为什么它也是会用到 estrogen 呢？因为 estrogen 其实是要修复啦，对啊，啊，哦，它缺少的部分它还是需要到 estrogen 来修复好了啊。然后 for implantation of embryo 啦，对啊，我这些过湖呢，其实是你可以选择啊，对啊，就给你知道咯，哦，你要写 will be maintained 或者是 will not degenerated 就随便你，然后呢？然后 to secrete progesterone and estrogen to thicken 或者是 maintain the thickness of endometrium 或者 uterine wall yeah, for implantation of embryo 或者 blastocyst 都可以啦、哦、只是一般上我们会写 embryo 啦yeah, 一般上、啊、换我啦、哦、我会很习惯性写 embryo 不会去写 blastocyst、啊、因为 blastocyst 这一个名字很麻烦一下 OK OK 如果你有事情的话你先走先啊要完了要完了所以 lastly 就是这一个 contraceptive、哦、lastly 最后一个了、啊、所以
contraceptive pills 呢，它是会有 contain high level of progesterone and estrogen。所以其实呢 ，progesterone 跟 estrogen 哦，女性啊，她经期后面她末期的时候哦，啊，女性的经期啊末期的时候哦，她的 progesterone 跟 estrogen 会比较高的。所以呢，一旦 progesterone 跟 estrogen 变高的时候呢，它会 inhibit 那一个 secretion of SH 啊 FSH 跟 LH， 然后导致呢就不会有新的 follicle cell 跟 secondary oocyte 的产生哦。啊，好，它就是会 make sure 它的 secondary oocyte 就只有一个吧。啊，所以 progesterone 跟 estrogen 变高的时候，你看啊，女性的经期哦，你看它的 graph 一下。就是说它变高的时候呢 FSH 跟 LH 是会变低一些、啊、变低 哦它就是要 inhibit 它，不然的话你又有新的一个 follicle cell 跟 secondary oocyte 跑出来的话你就麻烦了要命、啊、所以它会 inhibit 它咯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一个现象来 inhibit 那个 FSH 跟 LH、啊哦、来 inhibit 回来建议啦呵呵、哦、建议啦，不是讲一定要啦，是建议咯、啊、建议啦、哦、这个是要看个人啊，看个人啊，只是呢 contraceptive pills 呢我其实吃多了会有副作用啦，毕竟你它里面有一大堆的这一个 progesterone 跟 estrogen， 所以呢就是会担心会影响到女性的那一个经期咯、哦、所以建议就是不要太过 depends on contraceptive pills、啊哦、就是怕会有副作用 OK 吗？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哦 so far 就是这样而已啦、啊、然后当然essay 的话呢我就是需要到你们做第二题啊、就是 section B 的第二题 OK、哦、所以一样啊你就把 essay 写在纸张上然后就是 screenshot 成 PDF 然后 submit 进去 GC 啦、啊哦、然后当然essay 的第三题、哦、essay 的第三题呢是会 module application 跟 KBAR 的所以可以的话呢你就大概简约的读过看它的答案是怎样写啊哦、因为其实 touch wood 啊我们不知道考试是会怎样出的只是真的不知道我们最多呢可能就只能预测会有哪一个章节会出吧、哦、题目的 pattern 呢其实我们是很难 forecast 到的所以呢可能呢尽可能啊去读那一些类似好像 KBAR 的题目咯、哦、所以比方说就是第三题啦你可以看过一下啦哦所以为什么我会选第二题呢因为第二题就是类似好像课本、啊、还是需要你们去背了、啊、所以我才选第二啦然后如果你讲第三的话呢第三是会比较 module 辅助的啦、啊哦、第三的话我们来看啊所以如果你抄不完、来不及抄呢、哦、你就 continue 跟那一个你的那一个什么、啊、你的答案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三题 啊第三题啊你可以看到第三题呢啊你可以看到它都是很 module analyzing 跟 application 的所以 explai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wife condition on the ability of the wife to conceive、yeah, 因为它有 blockage 嘛所以呢这一个是 infertility 咯所以你要 explain 它咯它会有什么影响啦然后 B 的话呢 IVF 试管婴儿、yeah, in vitro fertilization、yeah, 好所以呢这里的话它就是要你 What hormone treatment can be administered to the wife so that more mature ovum can be produced 所以可能你就是要用你学的东西来 apply 在这一个题目里面、啊哦、然后这一个 Describe IVF treatment is performed to help the couple to conceive、哦、你不用太过 technical、啊、因为我们不是医生你不用太过 technical就用你们自己的了解来解释就 OK 了、啊哦、因为如果你看答案的写法、哦、答案写法、啊、它是很简单的等一下在哪里、哦、答案的写法、啊、因为这一个题目、哦、它是六分、啊啊、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个 laparoscope
啊，你懂的话是算你比较厉害啦。啊，哦，就是说你可能有去读一些 extra 的那些那些 articles 啊，还是什么咯？啊，哦，然后如果你讲你有写到就是 over 吗 ？A place in a culture medium 吗？啊，其实是有一分的。哦，所以我才讲哦，你其实是不需要写到太过 technical 啊，太过详细啊，因为那个是医科啊，哦，医生啊。你读医科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啊。OK， 好、哦，这个 laparoscope 呢，其实我本身我也是不懂啊。对啊，好、哦，然后sperm from husband are collected、哦、and placed in the suitable culture medium 啊。哦，其实我们也是不提他用什么 medium 啊，他用什么 culture medium 啊，还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提了啊。我们就只是普通简化性写一个 culture medium 就可以了。对啊，哦，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讲。太过 technical 啊，他的答案啊，如果你 compare 跟你的作业簿的答案的话啊，然后过后他就慢慢培养咯，然后就让 fertilization occur 咯，然后得到了 zygote， 你再等到他 develop 到一定的阶段，比方说去到 excel 啊，你再把这个 excel 放进去 uterus for implantation 啊，所以这个都是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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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你的 schema 呢，有时候啦，一般上啦 ，essay 啦，他会给多你的，哦，你不用这样担心，你懂什么照写就对了，啊，哦，最担心的就是你不写吧，啊，啊，哦，所以你写什么呢？照写，照写，啊，哎，他不会倒扣你啊，只是你不要解释到去。飞到去荷兰那一种的，对啊，好，对啊，所以你还是要跟着 stick to 你的课本啊。OK， 好，这一些其实我就不提那么多了啊，对啊，哦，就不提那么多了啊。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拖大家两分钟了，大概一个小时哦。啊，哦，所以这里呢 ，SA 啊 ，SA 记得啊，做第二题哦。啊，做第二题啊。哦，我之所以选第二题，是因为它是你们一定要会基础啊，人这样讲啊，基础啊。然后第三题是辅助啊，因为它是很 K 版那一种。哦，然后开学过后呢，我可能是需要你们 print 下你们的那个评测呀，然后我们讨论啊。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离开了哦。呀，哦，哎，只不过啊、哦，抱歉抱歉，还没有提到一样，就是这个礼拜啊，我会不是这个礼拜啊，我再多放你们几天啊，这个星期一啊，这个、星期一啊。我会开放那一个 quiz 啊，啊，以往啦、啊，我会开放那个 quiz 哦，然后就是你们记得去做了，啊，就像之前一样啊，五题罢了，哦，星期一啊，一整天，啊，记得去做就对了，我不会明天啊，明天太赶了，哦，星期一啊，我会开，然后你们记得去做 ，chapter 十五、哦，啊，就是这个章节五题而已，然后记得去做了。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这样哦，大家可以离开哦。拜拜，谢谢老师，拜拜，拜拜，谢谢老师。OK， 拜拜。